带 K 的枪都有啥？美控 AK 98K， 嘿嘿，小可爱们，三生今天要挑战只用带 K 的枪去击哦。那把远看就是 M16，我还是下来瞧瞧吧。哇，谁 K 呀？娜娜，再来一个溜背酱，驼腮板也戴上了。那下一把是不是空投里的妹控呀？小红枪是不是就要出来了？哇，这间屋子好肥哦，遍地都是药包。你们说里面这位会有小红枪吗？看衣着也是大富大贵之人呀。哎呦，脾气还挺横啊。没有什么可好的。一下到手。呀，这喷子哪里来的？快走开走开，别占妹控的位置了，惹他不高兴不来找我怎么办哦。哦吼，你好啊小兄弟，快快交出你的信号枪。哎呦呦，这位小哥定力十足啊。哇哦，好霸道的名字，盒子是不是也很霸道呢？哎呀，平平无奇嘛。哎，妹控我是不敢想了。哦哈，原来他还有同党，我还是进屋保险一点。 OK， 搞定了。哇，武陵有人，难道我们乔生同一块肥肉了？ Nice， 防区甚是凶险呢，我还是早早离开吧。哎嘿，我总算靠近坑头了一丢丢。哦吼，没想到下面还有两个拦路虎。哼哼，接招吧。哎呀，好难打哦，又过来一辆车。看方向，莫非是要搞我吗？恭喜你答对了。我飞翔在未知中，看着我的雨空，有多少自我他汹涌在我心中。你飞翔了世界之巅，我留在回忆面。瞧瞧瞧瞧，你们轻敌了吧？从此看见三生的名号就避着点走哈。哎，真正的大佬一向都这么低调。哦吼 ，SKS， 没有妹控，有他我也很满足了。哇，这堆人好富哦，真菌三级包，难怪那么有底气。咦，这身衣服倒是蛮好看的，像极了我以前的幸运服装。穿上它，狙击的信心又增加了。哦吼，来呀，对。小哥哥，飙车吗？我飘一贼溜。哦吼，嗯，被无视了，这怎么行？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？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就飘了，只用带 K 的枪吃鸡，挑战失败，拜拜。